个人打羽球拉伤了手臂，现在呢手是没有办法往上抬起的。聪明的我帮他做一个简单的舒缓，在他的腰后垫下美心棒，在他的头后枕上薄夹，让他的一只手抓紧蝴蝶结薄夹，拿起蝴蝶结薄夹定点，针对他的痛点由浅而深持续按压，每次按压都停留1到2分钟，直到这种短暂性的疼痛获得舒缓。注意咯，你会听到最真实的反应。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恢复弹性的肌肉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。藉由这样的按压可以让肌肉恢复大用力前的原始状态，避免弹性疲乏所造成的能量局限，特别是单一姿势所造成的肩颈腰背僵硬疼痛。哇，手可以举起来了。经过2分钟的按压舒缓后，他的手现在是可以举起来咯。